如果我的车子没有这个 ADAS 的系统，将来我要卖车的时候，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了。它会附一个卡片钥匙。对。那卡片钥匙呢？其实我是之前在试 BMW X6 的时候也有用过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哎呀，电视机发明之后啊，那些广播啊要全部倒闭了。